是台湾的山水风景，在诗情画意中，有一位现在台湾闻名世界的中国国学大师，诗书画知名的普鲁博士，在欣赏风景，顾名回忆北平的住宅恭王府。这些亭台园榫，就是王府花园，普氏自迁语，是大清皇朝的子孙，他的曾祖是清玄宗道光皇帝。 祖父封恭亲王，这是普氏少年的照片。普氏少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，得到天文学、生物学两博士学位。回国以后研读中国经史文学，10年以后才出任北京大学等教授。 博士是科学家、文学家，平日好学不倦，淡泊名利，埋首著作，对金石考据、汉学、理学五部精专，并在家中教授学生讲解国学，启迪后进。 在普氏门下的学生有欧美人、日本人，正是有教无类、桃李满天下。讲书以外还教授绘画，这是中国画的绘石方法。国画分南北宗，始于唐代，起源于达摩传，这是南宗时，南宗王摩诘使用宣淡变勾槛。 后来有张造、丁浩、关同、郭忠树、董渊、巨然、米氏父子等大家。这是北宗时画法和南宗不同。北宗从李思训父子传到赵干、刘松年、郭锡成、赵伯驹、赵伯素，以至马远、盖延之等大家。北宗李思训父子的画含颜六朝画法，多金碧勾勒。 房屋要曲折尽致，前后相通。山水画中必有茅亭、小桥。 桥上骑驴的人。
和十块。桥下的流水，画竹要修洁挺劲，在天之真潇洒竖笔，有翻覆运色之态，但时常要看真竹，磨得四面出枝生叶。普世告诉学生，画栏不可针针排云，要竖笔撇去，不妨若断若续，意到笔不到，写出栏的风致，得到自然，不求怪异。是说以前用藏锋，干要浅，枝要浓，骨干双皮的墨色浅，必须有破裂之状，新条绿色，所以要用深墨。每年有新条，所以梅枝要有顿挫，就是放长条也不易出锋。在点题胎虚蕊时要解意，而不失真的形状。普世教学生着色，山水没有一定的颜色，春天的山，秋季的水，朝晨的雾，傍晚的霞，以及晴辉之时，色彩千变万化，设色应由浅而深，因为浅色容易均匀，俱加深色容易持，色少水多更是均定，再由浅色一层层加深，再轻处要轻，重处要重，分出明暗远近。学生作品给老师观看，在学生中受普世熏陶，不少已经成为中国的年轻书画家。上完课，学生辞退。书法在中国是艺术，普鲁博士对书法和绘画一般著名，他教学生写字要讲究笔锋，笔锋就是笔尖的锋，笔锋在笔画之间有一定的路线，这是空心的宗字。现在写的是笔锋经过的路线。现在去掉外边字形，只写字体中的笔锋路线。这是永字，每一点一画，一直一勾，一撇一捺，都有一定的写法，古人所谓永字八法。中国文字有数种，这是始于周秦的篆书，又分大小篆，写的是以直两字。是隶书，是秦汉时代通行的俗体字，写的是伪字。是中国字又一种写法，这是龙字，这是真书，又名正楷，在唐代形成，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字体，写的是
庆字。很多中国商店的招牌请普世书写，现在写的是鸿翔。问到中外人士爱好普鲁博士的墨宝，求他写字，现在写的是条幅草书，是隶书变成的速写体，又称章草。这是普夫人每天照料普氏写字绘画，这是对联，行书是真书变化成的。签名以后盖上印章才算完成。普氏勤于绘画，每日不坠，先由夫人磨墨铺纸，先画松树的干，再画松枝，松枝细部和松针。松树下绘一个道貌安然的隐士，绘面相以后画衣衫，人物完成画松下的石山坡，这是人物部分，神气飘逸，出尘不染。休息一下，弹一曲乐琴，
普世对国乐造诣极深。 高山流水，琴韵如西天梵音。一曲完了，再添松针。 轻轻竖笔，一线飞谱，松然直泻。再画远山。 老松上缠绕女萝、凌霄等寄生植物。 远山涧石上点苔，使风草茂密，充满了生气。 天树笔树，一幅画完成了，题句诗，签名。 最后是盖印，一张松架梯谱图完成了，把画挂在壁上欣赏。 这些画都是普世的劲作，精细优美，是艺术上无价之宝。它发挥东方文化、中国艺术的灿烂光华。